深读一分钟，你的健康深读馆。带状疱疹的真凶是水痘带状疱疹病毒，洋名 VZV， 深毒君就叫它小 V 吧。小 V 进入人体后最喜欢皮肤在那里，他们有吃有喝，疯狂生娃。大白发现了小 V， 上来就打，于是小 V 赶紧离开皮肤到后方去。假设神经是一棵大树，脊髓就是树干，树干上长出树枝，分叉再分叉，最后的神经末梢能触及每一寸皮肤。小 V 沿着神经网络撤退，最后来到脊髓，关闭复制功能，潜伏下来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当你免疫力下降了，小 V 重新开启复制，还沿着神经网络向皮肤移民。同时小 V 跑到哪里，免疫系统的炮火就打到哪里，神经细胞被小 V 作践，又被免疫细胞痛殴，可怕的神经痛就来了。小 V 跑到了皮肤，就作践出了潮红斑、丘疹、疱疹。深读是个宝，常看身体好。